行投票。赞成现任班代、现任班代一职的，请按赞。赞，三票通过。谢谢。等一下，我要提出程序问题。我们会不成立，会打法定人数，全班30人只来5人，根本不成立。没有程序问题啦，毕业旅行呢，就是要全班来，全班32个人只来5个人，5个人就代表全班，没来的就自动放弃啊。是这样吗？应该找人来解释，找个公正客观人士。可以这样吗？不然投票。我提议，我们找位公正客观人士来决定我们班会的合法性。有没有人复议？我复议。投票前有没有正反意见？没有，那赞成的请按赞。赞，三票通过。等一下，为什么会是三票通过？重要议题要1/3才对。这不是重要议题，所以不用1/3。这不是重要题吗？这牵涉我们会存在本质，哎，要是不合法的话，我们根本不存在，你们懂吗？我是一个幻象，自以为是在投票。好，好，好，那问你再提一次临时动议，让我们表决刚刚那个提议是否为重要议题。有没有人复议？我复议。有没有正反意见？没有，那赞成的请按赞。赞，只有你一人，所以不通过。所以我们需要一位公正客观人士。哎，先生，先生，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觉得我们怎么样？那你觉得我们是否具有代表性呢？哎，那麻烦你在这边签一下。谢谢。哎，等一下，不知道是你够了没啊？他会撩动个人情绪，请说。我们刚才没有对那位人士的公正客观性进行表决。对吼，你有完没完呐？没关系，那位先生，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我提议，让我们表决刚刚这位人士的公正客观性是否足以认定我们的议题为重要议题。有没有人复议？我复议。有没有正反意见？没有，那赞成的请按赞。赞，三票通过。所以我们必须再确认刚才的举动。好，那我接着提，让我们表决刚刚这位已经被我们认定为公正客观人士的人士对我们议题已做出的意见是否成立。有没有人复议？我复。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用请他再来一次。哦，好，我复议。有没有正反意见？没有，那赞成的请按赞。赞，三票通过。哎，没事，你不用了。哎，水，他好可爱哦。那我们刚刚赞成了什么？所以我们5个人代表全班，班代请辞成立。谢谢大家。哦。那要不要选新班代？看有没有人要提议啊？不用了吧，马上毕业干嘛要班代？哎，有这班费哎。这里有一个程序问题，我们没有班代就没有主席，没有主席就不能开会。那我提议，我们没有主席也可以开班会。有没有人复议？我复议。有没有正反意见？没有，那赞成的请按赞。赞，三票通过。拜托，所以我们没有主席也可以开班会。那来选新班代吧，有没有人要提名？我提他，我刚卸任嘞。有没有人复议？我好。等一下，本人在此郑重声明，班代的职务啊，表面上做牛做马，实际上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又不受监督。大家来看桌上这5块钱，好好想一想。哎，怎么只剩五块？
像你这种个性的人，很懂生活享受。
和三两后又一起小酌两杯，谈谈心，让你非常满足。但在这似乎愉悦的过程中，有时突然之间你会仿佛抽离出来，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路人一样，感到这一切的无聊无趣，然后感到一种庞大而莫名的孤独。这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上酒了，对，让一群围绕着你的性感美女造成一种你还有尊严的假象。哎，性感的美眉啊，来给个亲个，真亲个吧。你并没有这经济能力，所以你只能上 KTV 狂唱一番来发泄。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中。然后叫那三两好友过来陪你谈谈心，聊聊天，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在这似乎愉悦的过程中，有时突然之间你会仿佛抽离出来，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路人一样，感到这一切的无聊无趣，然后感到一种庞大而莫名的孤独。但是没关系，因为你这人是有艺术才华的。有吗？你其实在舞蹈方面应该有一点才华，可惜这才华也就这么一点。于是你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收藏一些艺术品，对，一些古董啊、翡翠啊、天珠之类。这不是多好，你看。不过你很容易买到假货，好比说你手上这些都是假的，都是真的。早说嘛。而你情绪如此多，是因为你其实根本没有品味，没有鉴赏能力啊！到后来都是别人说什么好，你才这么认为。是这样啊？好比说你这套西装，怎么样？很不错，超帅的，对不对？皮鞋就差一点，皮鞋差了一点，不要了。西装其实也过时了，不要。领带也不配衬衫，领带不配衬衫，不要。衬衫颜色根本不好，不好，我怎么会买到这么烂的西装？裤子也买小了一号，小了一号，不要了，内裤根本不够性感，不够性感，涩涩的哦。总之，我可以这么形容：你有七年级的思想，三年级的卷容，六年级的性欲，八年级的情绪管理。简而言之，你是一个乱民。你每天不确定你是谁，也不确定要的是什么。你做了许多计划，但是都没有把握能实现，所以干脆随性而活着吧。在你发誓热爱这块土地的同时，如果有机会移民，你马上会去。对你来说，这一切都不矛盾。你甚至觉得“矛盾”这个词本身是非常矛盾的。我建议你改个名字，可能可以改变你的运势。啊，谢谢，好准。没关系，我是想跟你谈。
了，这旁边就是要臭水沟，怎么可能不山明水秀的好地方？不，水沟本是清澈的小溪，你祖先为了在溪边整地盖房子，每天早出晚归，挥汗如雨，辛勤工作，没想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竟被你的后代败家子搞成一个臭水沟！怎么可能啊？那水沟很臭哎，我一个很大的能力把它搞臭，不然是怎样？我想为家乡做点事嘛，认真，想为乡亲发出声音嘛，关怀。但工厂对大家都好啊，大家都有事做。那工厂后来呢？垮了。乡亲呢？翻了。小心啊！小心！来，不许回来！小心！对不起。你还记得溪里的水原本的样子？小溪清澈的，清澈的像是一面镜子。爸爸早上在溪边刮胡子。妈妈，在溪边洗衣服，我和其他小朋友在溪边抓蝌蚪。蝌蚪！晚上萤火虫，晚上萤火虫照亮整片夜空，完全不用任何路灯。萤火虫呢？晚上吃完晚饭，一家人，一家人把窗户打开，凉风吹进来，多凉快。凉风呢？你家那只水牛记得吗？阿牛，你趴在它背上，骑着它玩到天黑。阿牛啊，青蛙跳来跳去，满树的蝉鸣。全国军民同胞，今天是中华民族，中华民家国。小林，你都忘了吗？家门口的小溪，小溪，你家那条水牛，不水牛，猫，狗，阿土伯，许爷爷，蝉鸣，青蛙，你家那条水牛，阿土伯，许爷爷，甲刚，小林，你。
你会叫他出来道歉吗？狗是很随缘的，对于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在乎。到了选举啊，管他什么蓝黄绿橘的，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因为狗是色盲，一切都是灰色的。狗的一生就是灰色的，先承认就不怕哦。是这样吗？狗不需要房子，坦荡荡睡大马路上也没人管，食色性也。孔子也是对我们狗说过那么一句话哦，我们狗想吃就吃，想尬就尬，不可能是想吃的时候想尬或想尬的时候想吃，而你们偏偏就是这样，想吃的时候不敢吃，想尬的时候不敢尬。我看你们吃饭多苦啊，一边吃东西一边讲电话，一边看手表，一边算卡路里，脑筋想着昨天干了什么，等一下要去哪里，说来就不不不，真好吃。你们到底知道你们吃了什么？看一看我们狗，不管吃喝拉撒都是全心全意，别无他念，活在当下，这就是狗生的真谛。啊呜！Thank you.
对不起他，他还会给我机会吗？你是说
是人工利用山车，叫人要摕到 MBA 头奖出，你什么心态啊？小米的那个是 drop， 这单就给你买了，自己好好想想啊，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啦，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再。七天七夜，十四个小姐，二十八万块，这账要怎么付啊？是从九州一个面积只有600平方公尺的
时候过了多久？我一直站在那个教堂面前呆掉，看着墙壁上的弹孔，我仿佛感觉到当年士兵们哀嚎和祷告的声音。不知不觉的，我一个人在那里泪流满面。在台湾再难过都不会哭成这样。好好，等店员帮我把全部东西打包好之后，毕恭毕敬地把我送到了门口。我远方一看，又一辆巴士开来，门一开又是一群韩国人。我当下马上转头跟店员说，为你那只当季欧洲限量皮夹也给我包了，我就不留给那高丽棒子了。好爽啊！涂完精油啊，他们一边帮我按摩，一边跟我说：“你好美，你皮肤好光滑。”我听着海浪轻轻的拍打声音，口渴了不用开口，吸管就来了。哇，好冰凉的唇 S 字，好好喝，好舒服。我下次还要来这里洗苏巴一日游。那个面啊，摆到我面前，那个叉烧肉入口即化，那个青稞面 Q 而不腻。我看一眼我在东京街头，叫我现在死都甘愿。于是让我马上拿起手机自拍上传 FB， 不到一分钟就有1723个人按赞呢，那感觉真的好赞。一转弯到路口，红灯，没有人也没有车，我为什么不闯呢？不行，在这个城市中住了三天，自然有一股力量让我乖乖的等，不可以犯规。我回头看了一眼教堂的剪影，好奇怪，这个城市居然改变了我，好爽啊，好舒服，好赞，好好。我是班带，我也是班带，那怎么样？你要吗？
有没有人复议？没有人复议，那我们进行下一个议题。废除公正客观人事资格，有没有人复议？我复议。有没有正反意见？没有，那赞成的请按赞。赞。三票通过。好，拖拉司机，你要这样搞，没关系，那我可以废除拖拉司机当提案的结果。不能这么做。我不能不能这么做。好，那我提议废除刚才柏拉图刚才的提议。好，那我提议废除拖拉司机所有的提议。没关系，那我拍一个影片上传 YouTube， 顺便脚臭。没关系，那我去拍一个短片，上去走路，开心吧。决定自己是虚拟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所以选择做虚拟是最务实，也是最真实的。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我虚故我在。虚弱的虚。虚拟的虚。那祝你好运喽！一个虚拟的人在这世界上没多大搞头吧？哦，你错了。这世上每个人都是虚拟的，连世界也是虚拟的。你电影看太多了。电影也是虚拟的，每个人都不具有真实性。你看我们面前200多位观众，他们以为他们是观众，其实他们是演员，我才是观众。他们在演一个角色叫观众，他们用一个虚拟的东西叫做钱，买一个虚拟的东西叫做票。进到一个虚拟的空间叫剧场，来看一个虚拟的东西叫做戏。其实这个戏是他们在编，他们在演。等到待会曲终人散以后，他们就走出后面那些虚拟的门，回去过他们的虚拟人生。你觉得我们都是虚拟的，那真实在哪里？这个问题好，我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才彻底了解我是虚拟的。好，就算我们都是虚拟的，在虚拟的存在中怎么做才有意义？你要努力好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虚拟人，为虚拟世界做出一些虚拟贡献。虚拟生命这虚拟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之虚拟生命、yeah! 在此我向各位献上我最诚挚的虚拟祝福。这位小姐，听说你认为你自己是一球巧克力冰淇淋，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被贴。小姐，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石头？我不是石头，我是石头，我是岛屿。你是石头，你是岛屿，到底是岛屿还是石头？我是石头，我是岛屿。你是岛屿上的石头。我是石头，石头不会痛。我是岛屿，岛屿不会哭。我明白，石头岛屿小姐。不需要称谓，我是石头，我是岛屿。哦，那岛屿四周围该是海喽？嗯。是平静的还是波涛汹涌的海？海再汹涌，我也不会哭泣，因为岛屿不会哭。海浪撞击到我岸上，我不怕，我是石头，我不会痛。哦，在你幻化作石头和岛屿之前，你应该是人吧？还有记忆吗？不要跟我提爱情，我听过那个字眼，它沉浸在我记忆中，我不愿嚼起那已死去的灰烬。若不曾爱，也不曾痛，我是石头，我是岛屿。
事实上，岛屿会受伤。不，听清楚，岛屿永远不会哭泣。有人说，岛国居民心胸狭窄，你的看法呢？那是居民的问题，岛不会狭窄，岛怎么会狭窄？那你的岛上有居民咯？我是孤岛，我是宝岛，我是美丽岛，我是航海地图上未曾标记过的美丽宝岛。你的意思是说，国际社会不承认？我用书籍和诗歌来保护我，我有自己的盔甲，躲在房间里，深深的子宫中，我不碰任何人，任何人也不碰我。我是石头，我是岛屿，石头不会痛，岛屿不会哭。有鸡有蛋，蛋
妈他们来云了拜拜一比拜对去哪里到爱多神啊去做一杯鸡假婚小林
高兴什么啊？他盖了烂房子，一家家幸幸福福搬进去，后来一个家破人亡。哎，别提了，那都是好久前的事。案子都是你执行的，不是啊，忙坏。小林，老板叫我做我就做啊，其实我是不愿意。妈，老板叫你吃什么吃啊？要是那食物太难吃的话，听听你自己讲的屁话。我说什么？你说错啊，我只是个小职员，我也很为难。你还帮老板骗年轻小女孩拍清凉写真，为了巴结老板做出这种下流主义。同样身为女性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入室三厅？上班巴结，如果下班的话，我们俩都完了。我才好多青年呢、啊，还记得阿豪吗？阿豪，他篮球打得多好，本来要去美国打 NBA， 结果小文，小文。丢到公园，让人家捡尸体，捡完尸体还抽头，混上过生活啊！还怂恿老板把南投整片山砍光，烧光全种槟榔树。当时以为是好主意嘛，反正种树啊，十年种树，百年种人啊。那些槟榔树破坏水土，后来大雨来，土石流淹没整个村。小林，要说话。穷困的小村庄，鸟不语，花不香，山不高，水不进的，全村子里老的老，小的小，唯一有生产力的只有一头牛。我以为种槟榔树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男的种树，女的当西施啊。槟榔西施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只要蒙内就多一点呢。小林，要，你愿意给他蒙内吗？我不愿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说的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林，要，这单给你买了。是的，没问题。慢走。
等一下，等一下，在你拯救世界之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这个世界应该我们细菌人控制，但是为什么你们每次面包超人都要来出来阻挡我们？这是太可恶了，太可恶了！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气？啊，有吗？想到就很快乐的声音啊！哇哩，哇哩！喂，你不觉得你在逃避现实吗？卡通世界的现实优于人类的现实啊！老师，出来了，胖丁。等一下，胖丁先生，我不得不这么问：人生有那么辛苦，必须让你这么逃避吗？人生都已经这么苦了，你们大人说最重要的就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是不是啊，老太婆？谁是老太婆？就是你啊，老太婆。你说什么？算了，不跟你计较，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事情有太多了，卡通世界有太多好处了。来来来，露屁股出来！卡通世界打人骂人都不用负责任哦。我要跟海绵宝宝去抓水母了。拜拜。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你们世界没有正义，我们世界每30分钟让正义彰显一次哦。不管故事有多么精彩，我们都有个光明美好的结局，你们有吗，露屁股超人？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世界就是黑白分明？你到底有没有看卡通啊？卡通世界是彩色的，这我就是红色，爸爸是蓝色，妈妈是绿色的，这不细菌的就是黑色的。
有钱人应该懂讲究。别人都骂你是笨蛋了，小林。你要，对不起。这单就给你买了。好。哇，这么贵呀、啊！付是付得出来的，那就不太想付。海绵宝宝，哎，死小孩，上课时间不上课，你们现在干嘛？就放假。谁理你啊，小林？哎呀，这单啊，给你们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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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1,8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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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各位今晚的莅临，离开时请记得。